你说你是我们未来来的女儿？我很年轻，我才16岁。你看起来有一点点成熟。我看那是熟透了吧？你有听过诈骗集团吗？说不定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肾脏跟存折都会不见呢。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你的存折是空的，你的肾是亏的。我没有。敬请锁定东森戏剧台《原来一家人》。